这样。你是跟那儿啊？你不是修小的时候这儿下刀的是吧？不是这样的、啊。不是，我是从旁边下的。不是，看着啊，这样，你就刀尖在这里的，你要刀尖中间在这里。你划过以后，刀尖在这里。你看着，你看一眼你就知道了。你只喝的酒喽，喝的酒吧。你看划过，你看刀，你现在看刀尖，是吧？修到底了，刀尖刚好到底。烟不吸要交好多钱呢？有好多，他就是吸这个的，你完了又是啥时候吸？啥时候交的？耶。看吧，修完以后再让大家到底。最后的时候是吧？像这样，你可以这样修，一点一点的。那只要长的时候就这样。是不是他教水果剪的过？像这个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这样修。只要长了就那样修。手腕，你看手腕，手腕多。王伟一般是水果剪哦，我人多，人多都怕不得行了啊。他把门买好远了。他家是可能是四十点二。四十呢？我下午是六四十的。一刀压一刀。他整天把那么多的钱都不肯买个六七料。现在他买大黑了，对一些了。六七他都买的多。这要小心一点，这一定要慢，这里不是奔不到了吗？再来一个，这样修过去，如果夹根深就用那个刀，用那个一次性的圆骨，再夹过浅直接用这个刀就可以修了。这边也可以这样，应该这样弄。我拍视频不方便，这个架子。这就是行了。我主要把那黑的。把那黑的给它修干净，大一点。你洗了吗？不是。这多干净，不是。哎呀，这个指甲修得干净。大哥，你放个钱不多的。好。你把你的，你那不是有吗？你帮我换一下。
这个怎样修得干净？